防水那个是吧？啊，防水那个是吗？对，防水胶带。开工了，开工了！直接拿塑料薄膜往上干吧。我也这么想的。干完贴塑料膜吧。哦，去找塑料膜吧。哎，咱仨这样子兜着他走吧。走，往外拉，看看。你一个人能拉回去，我们扛架子。好，能直接拖。可以。好，能直接拖。扛个架子。二一。为啥？我感觉我像拖了那婚纱的后摆。当当当当。铺床单，来吧。你看看放哪个大小合适吗？稍微撑一下看看，然后检查一下哪里烂了，看要不要叠双层。烂了的拿那个防水胶带粘一下。我往上走。上兄弟吧，来吧。你觉得这膜能不能行？我就再来两道，比如说有缺口的地方，哎，再给它拉一道。有缺口的地方，直接拿那防，我给你看一下那防水胶带贴完什么样吧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墩墩，你帮我拿一下那个防水胶带，我试一下它好不好贴。试一下，你看，这锡纸吧？对，它是金属的，这肯定稳，这金属的。墩墩，啊，这个胶带可以，它是铝箔的，金属的胶带。嗯，好，省着点用啊。好，刚把洞贴上就行。哟，这全是洞。天天就是打补丁，打补丁，擦屁股，擦屁股，打补丁，我们的工作内容。可以的，敦哥，这个防水防的非常 OK， 我觉得这次。差不多吧，你这边？差不多，我那边 OK 了。可以了。当当当当，你比我刚刚更像，啊，还两个人在后面举着，哈哈，花童啊，我受不了。喂！哎，我的腰啊！天哪！慢点啊，悠着点。俩礼拜没干活，悠着点。可以了吧？哎，我试试够不够？太高了这一块。主要这个沟开太近了，土太陡了。明白了，我边一点再给你来一个。嗯，就是得把整个沟往外移一点。行，明白了。这儿呗，也不用那么多，少一点就行。这儿？对，这儿行。有区别吗？没有啊，一个在这儿，一个在这儿。我这
我这一锄头下去，它全都起来了。行。找事儿。折磨我。磨人精。啊！咋了？我马上快把这片地都翻了。哎，那你要不翻地？真会安排。两尺。结果我写了以后，我感觉像一个，对，像个碑。哎，我的碑呢？不是我的碑，我的量尺呢？真不该写这几个字，服了。哪儿？这儿吧。嗯。镰刀可割万物。这镰刀不锋利了，得就是比着它。接着这样划一刀，哎，这镰刀真的不行了。镰刀老矣。趴在这儿想到一个成语，能猜到是啥吗？车来车往，苟且偷生。老骥伏枥。就你还老骥，你能算个老驴？好样的！想要秋千，等待夏天，装个秋千。风度翩翩。接呀！老骥伏枥。大哥，让你押韵呢。缠缠绵绵，就硬改字儿呗。缠缠绵绵，干不动了。这边咋这么难卡？今天风太大了，因为风度翩翩。我真笑不动了，笑。哎呀，我这根竹子太歪了。哦，原来真的是竹子的问题，又怪竹子了。他，对不起，要不我们就在房间里养鸡啊，行不行？那我住这儿呗。这边我们给它做成民宿吧。就让客人来了就睡这个，就是那种忆苦思甜的民宿，就是这样就行了。那前面是个大门，门还没呢，门都没呢。我们门你俩准备咋做呀？把我们房间门拆下来，我打算。好执拗啊，好坚韧不拔。哎呀，这个又出来了。放进去。哦。放进去了吗？以后你就叫赵露吧，赵小童的赵，露珠的露。哥哥好轴啊，哥哥。这，地上这个，别管，谁都别管，你们回吧。这样，我觉得现在这样没什么大问题。不想听他说话了。哎，卧龙，回！上爱奇艺观看《种地吧追更日历》，每天精彩片段想不停。